十六盏灯现在都灭了，会觉得遗憾吗？不遗憾，因为全程热恋我来了，而且我今天是为我自己的终身大事而来的。我想台上的男嘉宾可能觉得我这样的女孩不适合他们，但是台下可能会有喜欢我的。好。好好，哪位小伙子？哪位？来来来，有请有请。全程热烈！我来自吉林榆树，我叫赵大龙，我当八年兵，一二年退伍。我爱情宣言是，如今父母年龄大，全程热恋找个他，让父母少为自己再牵挂。好，好。就是从他的资料了解，我希望大家不要笑哈，这个遇着自己的心上人，是不是肯定是非常非常紧张。我说我部队当班长讲话的时候，我没有这么紧张过，你知道。支持你。现在就当我们是你的兵啊。我父母的心里头也是想找一个像你这样似的。像你这样一个女人，完了之后吧，我自己心里头也想一个找这样事儿的。我想问一下兵哥哥，你敢看我吗？你是不是很害怕我？我不怕你，我敢看你。那我觉得你已经站台上说了很长的话，但是我感觉你也没敢看我呀。我感觉我一直在看你。谢谢榆树老乡的关注。谢谢你能今天站到这个台上，我觉得特别突然。今天呢，我就是奔着台上一个男嘉宾来的，所以这件事儿太突然了。咱俩在台下还是做个朋友，做个哥们儿吧，好吗？好。谢谢你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兵哥哥，谢谢。缘分天使送给你。